长江上面有几多座桥呢？答案是接近200座，当中八成由武汉工程团队建造。武汉和长江大桥结缘可以追溯到1957年新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。大桥将武汉隔江鼎立的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三镇连成一体，南北经济大动脉京广铁路亦都由此贯通。一座又一座的长江大桥在武汉面世，既成为武汉的城市特色，亦都体现它现代化发展水平。到了现在，中国乃至世界顶尖的造桥人才都汇聚武汉，由大桥设计、施工到材料装备，再到维修护养，都能够在武汉完成。世界排名前十的大跨度桥梁当中，有一半以上出自武汉的建桥军团。港珠澳大桥、深中通道都能够找到武汉企业的贡献。万里长江奔腾不息，大江大河曾经给予武汉重重考验，但是武汉人迎难而上，建桥跨江，造福百姓，成就建桥之都的美誉，亦都体现了武汉人的坚韧和创新精神。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